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Hong Kong Chinese Martial Arts, Dragon and Lion Dance Association and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 Department, we welcome you all to join us this afternoon in the Kung Fu Corner. The next couple of hours, we will perform Chinese Martial Arts, Kung Fu and Lion Dance. Please enjoy our show. 各位观众，欢迎来到国富国，由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同埋康乐特文化事务署合办中国传统国术功夫及醒狮表演，请细心欣赏，事不宜迟啦！今日我哋系董建光国术会，系为大家进行一个主场，做一个表演嘅。咁啊，首先咧就有请惠州国术健身会嘅师兄弟同我哋做一个金鼓齐鸣先，有请。 好，唔該曬。我金鼓齊鳴之後咧，跟住就會到我哋嘅都係惠州國術會為大家帶嚟一個傳統嘅麒麟表演啊！ 好好好
落嚟就會輪到啲功夫表演啦。跟住然後落嚟又有請董建光過術會嘅蘇佩珍為大家表演雙刀。三通過橋，武術培訓中心準備。Oh!
張國泰武術會魏志光為大家表演四門花子武相道，請張榮恆武術培訓中心準備。Thank you.
術培訓中心的黎子源、黎慧源、卓順添為大家表演單邊舊語，請崇武詠春鄭子平袁順總杯準備。Oh,
国术表出嘅啦。
Thank you.
麗講清晨養生花。學員嘅集體為大家表演楊家太極刀，請余潤炳老師團準備。
會鄭石華為大家表演單面咒主，請張永恆武術培訓中心準備。
大家表演单枪匹马。
Thank you.
蔡莫派劉彪國術館準備。
中國術館的鄭榮傑為大家表演花米手，請郭炳才準備。
城體育會從榮麟為大家表演三通過橋，請黃志雄準備一起。Thank you.
接下來我們有請木質師傅黃水珍師傅為大家表演雲節，請張國泰武術會準備。 直接成只蝦嚟講，你就加啲糖。
國際舞團趙真武、陳慧霞為大家表演《藍狐影》，請倪志光做景。
何金強師傅為大家表演單邊救主，請蔡莫派劉彪莫出管準備。有請何金強師傅。單邊救主。Thank you.
傑為大家表演六合雙鑑，請郭炳才。
齊，跟住落嚟有請麗港清晨養生班表演集喺楊家泰表演，請張國泰武術會助理。跟住落嚟有请张国泰武术会嘅曾卓明表演步步推，请赵振武准备。
位師傅為大家表演《梅花拳》，請龍形董建光國術會中國吳師傅入場。Thank you.
跟住落嚟有請徐德慶師傅表演龍形波條，請譚德翻師傅準備。為大家表演龍形魔條，請將準備。
術會嘅功夫講，我哋下年再見。係，你想表演啊？係。